尊敬的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四月很重要的节日，清明祭祖。那等于在这一段都算是清明的节气呀，都可以祭祖。那我们各地我们极乐寺包含双溪小族各地都在办祭祖。这也是论语当中提到很重要的教诲，慎终追远，明德归厚。透过慎终追远，人心醇厚，仁厚，因为他不忘本，知恩报恩。人假如忘了本呢，那就谈不上有人格了。这个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了。站在我们学圣教的角度上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我们是因为遇到圣教好多事情我们才会思考，才会观察，不然还是顺着这个社会的一个认知一个风气比方一般的人会觉得做人很稀有吗？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佛法里面谈人生难得我们也听师长说三恶道是观光旅游三恶道是老家，三善道是观光旅游上来几天呢就下去了以前我在学校教书很喜欢自然科学研究树木鸟类台湾蓝雀昆虫那这个一个比方说我们高雄的寿山它蚂蚁就有多少，整个台湾高山里的蚂蚁又有多少，这很难计算的。那全世界的蚂蚁有多少？蚂蚁只是昆虫的一种，昆虫有太多种类了所以光是蚂蚁的总数就不知道是人类的几倍那畜生道呢所以人生确实是难得他好不容易得人生呢而且还做了炎黄子孙呢他有机会可以传承五千年的智慧
结果我们没有把它教成人的样子啊，那这样父母老师啊，甚至于是政府啊，这有罪过了啊。我们以前称官员称父母官呢，啊，人生每一个角色啊，他都有他责任在的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得要用心啊去体会啊。因为现在啊，记得以前读书都说权利义务啊，可是好像不知不觉这个风气啊，强调都是我的权利，我的权利啊，茶余饭后谁在谈我的责任呢、啊？我的义务啊，所以这个利不能谈啊。没有谈，人就很难放下了。假如通通在谈，那人就越来越自私了。就像师长讲经有提到啊，一个地区出现了一个杀害父母的人啊，哇，全中国震惊啊。他那个城呢撤掉一个角啊。全国的耻辱啊。那个县市长撤职查办呢、啊。这个地区是你管教化的、啊。怎么可以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人民出来呢？那听完市长这个例子拉回自己的是小学老师啊，那我得要尽力啊教伦理道德因果啊，尤其越小可能对孩子的影响越深呢、啊、他比较单纯呢、啊、我们也担心啊改天打开报纸某某人犯罪了我以前教过他，那这个我有罪过了。所以师长语重心长为什么一直强调办一条龙的学校就是为了把孩子教成才啊，三才者天地人啊，你没把他教成天地人三才，还让他以人生行恶道之事，那他的祖先多伤心啊，他的父母多难过啊。好，我们看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体会祖先呢都在关心着我们呢。有机会在梦中都会点化我们。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得到学生祖先的护佑啊。哇，这个老师很认真教，这些学生的祖先很欣慰啊。可能冥冥中都在当护法啊。这个道理啊不难理解啊。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大我五岁，他也是博士啊。他到一个学校教书，那时候学校旁边呢，坟墓啊，都是当地的这些长者去世了，他
教书很认真啊，他说他走过那个坟地啊，他都可以感觉啊，这些啊祖先呢，都在给他行礼呀，啊，因为他现在教的就是他们的后代啊。哦，所以师长的这一份用心呢，悲心呢，也是我们当弟子的要体会到的。所以格言联璧说，节中敬孝谓之仁。这句话已经点出人格里面的最重要的忠孝二字啊，万百善是孝为先的，首先要知父母恩的。而我们看这个敬忠，我们受国家的照顾啊，我们对国家要敬忠啊。更何况我们的祖先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那国家社会啊，乃至于啊，我们服务的单位啊，有那么多领导啊，在栽培我们啊，包含像啊承德啊，哎，修学啊，也是我们。像承德在高雄，高雄敬忠学会啊，啊，很多法宝啊，哦，而且还曾经啊邀请啊像啊我们啊悟道法师去讲课啊，我们都有机会闻法啊。后来我到台南啊师范学院读书。哎，就找到我们台南敬忠学会呀，啊。哦，我们来嘛，法宝都有看到啊，悟心法师跟干部们啊在讨论事情啊，啊都有这个印象啊，啊背后都有他们的努力啊，我们才有这些啊文法的机缘呢， 啊才得以啊。增长我们法身慧命，那这个都是恩德啊。那我们要报恩，对国家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本分了，让国家社会更好更安定了，这个是节忠啊。尤其现在各个行业最需要的是振兴道德啊，在教育界要振兴师道啊，商业界要振兴商道啊，其实不振兴人都在堕落啊。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只要道德沦丧了，人这么尊贵的人生呢，都变成堕落，都变成呢造很重的罪业啊。所以黄念老说：“三途一堕，五千劫呀。”所以师长也都是提名我们要做榜样，在各个行业做榜样，在医学界要振兴医道啊，甚至于做家庭主妇啊，也要振兴这个太太的道啊，这个三太就是很好的榜样。这个太根本了。
啊，印光祖师啊，在文钞里面多次提到啊，天下太平之根本啊，在女子啊，啊，有好的女子，她相夫教子，才能成就啊贤德的子孙。啊，没有好妈妈了，那很难培养出社会的栋梁人才了。所以我们要竭尽我们的力量啊，啊，忠，尽己之为忠啊。我们不一定能看到开花结果，但但求无愧我心呢。各行各业是这样，回到我们佛门，行安大师在《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提到，菩提心啊，必有因缘，方得发起。在因缘当中，第十个因缘，是念正法久住啊。他提到，正法相法皆已灭度啊，仅存末法，有教无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竞争人我，竞逐利名，举目滔滔，天下皆是。这个话是400年前左右讲的，我们的现在比刚刚那个叙述可能有过之啊。所以大众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义，身是何名，衰残至此，殆不忍言了。佛门衰败到这个情况，我们因为佛菩萨师长还有道场对我们法身慧命的滋养，那看到佛门这么衰败，我们也得尽忠啊，依教奉行啊，来报这个恩。所以师长语重心长啊，我们得把他教得像个人啊。师父虽然只是一句话，我们用心去体会啊，这句话对孩子好重要哦。这一句话对我们的教学工作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导啊，不是教成考试的机器啊，而是教成人啊。而教成人首先就是教孝悌啊，教孝道啊。而老祖宗的智慧啊，他有教学的方法手段啊，祭祖叫孝道，祭孔叫师道啊，祭祖教伦理，祭孔教道德。城隍庙教因果，城隍庙一般都有十殿阎罗，师长也是回忆他小时候跟着母亲啊到城隍庙来产生呢对因果的敬畏心，不敢作恶啊。
哎，那这些手段，我们当父母老师的都要懂得啊，都要善加利用啊。啊，不懂的话，啊，要去祭祖了，啊，孩子不用去了，哇，那他怎么学呀？啊，有时候啊，现在疼孩子的反而害了孩子了。这些机会点他都没有了，啊，甚至于，都不让他多锻炼、多承担。什么事都不会做，哎，人很多事不会做啊，他很难有信心的啊。那看起来是爱护他啊，你读书就好了，其他都不用做了。所以当父母啊，也得要学习经教啊。啊，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啊。其实我们每一个角色都得学习啊。啊，就像啊，我们到师范学院读书啊，一到学校人家就叫老师了。但到底老师要尽哪些责任呢？啊，传道授业解惑呢？哦，我们要懂道才能传道啊！啊，我们要懂得怎么经营家业、事业、学业，我们才能授业啊！我们人生还有一些迷惑解不开，我们怎么去解别人的惑呢？解学生的惑呢？哦，所以每一个角色背后啊，他要尽那个责任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啊，不能是孩子生出来哦，爸爸妈妈了，要把他扮演好，都要下一番功夫。所以当学生称自己老师啊，我在学小学教书啊，尤其啊不只是学生称我们老师啊，尤其他的奶奶来了给我们一起共称老师啊，哇，那个感觉终身难忘啊，啊，对得起老人家的尊重啊。哦，而教化能不能啊大行其道啊？护法很重要啊。那一个社会的护法就是地方官员了。所以为什么孔子要周游列国啊？啊，当时候国家那么多，啊，可能现在就一个县市就是一个国了，啊，就是希望找到了真正愿意护持的国度啊，护持孔夫子，复兴周礼啊。方东美教授啊，他是大儒啊，啊，他跟师长有说了，啊，假如周朝的子孙还遵守周礼啊，那现在还是周朝，就这一部宪法太好了，啊，能够依照这一部宪法来治国，这个长治久安。那孔子很深信周礼啊，可是众生福报不够了，没有一个国家
愿意来护持孔子恢复周礼。好，那现在拉回了，我们现在2500多年后啦。你看现在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是一年不如一年。最大的危机啊，师长是因为去了联合国参加多次的会议啊，把这个老祖宗5000年治国的智慧啊供养给全世界的大使们，结果大使们说是理想做不到啊。所以师长说现在是信心危机。所以现在哪一个社区，哪一个乡镇，哪一个县市，甚至哪一个行业的哪一家企业团体愿意落实五伦八德传统文化来做榜样，对现在这个时代是最大的贡献的。因为他立住了，大家一看到他有信心了，有信心才肯学啊，没信心根本不会去重视了。所以假如真的哪一个地方县市长带头做，我想我们所有修学的人呢，能帮一些力啊，都要尽力去帮啊。这样他能真正做起来，那就影响全球华人，进一步又影响各民族了。所以其实师长老人家对台湾是寄予厚望的。假如真的有这样的缘分出来，我们真的要不分彼此了，把这些缘呢给成就了。这样的榜样出来，他会不断的在这个因缘当中培养出人才出来，各地啊都能来这里参访，相信啊，世间还是善良的人多啊，有榜样出来呢，都会增长他们的善根信心呢。好，那我们学了佛啊，我们的清明祭祖啊，就比一般没有学的人可能考虑的更深更远了。没有学佛他不忘本，每一年扫墓啊，更重要的他们在祭祖前呢，前几天呢都要斋戒沐浴啊，观想祖宗之德，父母之德啊，这样他祭祀那一天很虔诚。而且祭祀啊是吉礼啊，为什么吉祥？你看清明节，人什么时候会脑子很清楚啊，很清明啊，不会被物欲啊冲昏了头，就是他想到离去的父母祖先的时候啊，这个人就会清明了，身有伤以清忧啊，德有伤以清修啊。
啊，缅怀父母祖先的这一念心，啊，就是有福之人了。我们说福田心根，啊，大分三种啊，恩田，哎，不忘父母祖先的恩呢。再来呢，父母祖先留下来的教诲啊，很恭敬，依教奉行。啊，孝经说的无念而祖啊，欲修觉德啊，这个就是敬天。师长给我们的榜样，他念念不忘老师给他的教诲啊。啊，张家大师教导他六个字，他终身奉行，看得破，放得下。师长也善学啊，还问说从哪里下手，有理有事啊，看得破放得下，这个道理很重要。事上呢，从哪里下功夫啊，大师说布施。师长就做了一辈子啊。啊，所以师长也把啊老师教须敬听，啊父母教须敬听啊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当孝于佛啊，常念师恩呢，啊。所以老师这师父，师徒如父子啊。所以孝经讲无念而祖，欲修觉德啊，不忘祖先的榜样，我要效法他。啊，所以师长讲到啊，老师的一言一行啊，啊，啊，是他的榜样，是他的模范，啊，哎，他常常想着要怎么效法、学习。所以这个是恭敬父母祖先老师的教导，这敬天呢。所以祭祖为什么是吉祥，因为他所用的心都让他得福了。那我们学了佛啊，知道还可以念佛、诵经、做功德、回向给祖先啊。那师长提倡我们做三时系念的啊，这个是专门啊依啊净土宗编的法事啊。这个超拔祖先的力量非常大，尤其都是以念阿弥陀经、念万德洪名啊，我们曾经看到，做完法会，排位焚化，这个在火焰当中啊，也现西方三圣像。可见这个超拔的力量很大。那我们跟随老人家那那么多各地的学会他们依教奉行才有这么好的法会因缘呢。
哦，那当然我们要恭敬的来参与啊，祭如在啊，祭神如神在啊，啊，这份沉静心啊，必然感通祖先啊，来参与啊，祖先呢得到莫大的利益。尤其请的诸法和尚啊，都是很有德恨的，很有羞耻的，这样的缘都不容易，我们都要感恩呢。所以我们学习师长的十年因缘，我们可以感觉到啊，贯穿始终啊，都是老人家啊对自己老师的信任、感恩之心呢。我们上一次是谈到了啊，师长啊，大专讲座海外传灯，这是知老师恩。把老师的道沉下来了，哎，接着要传呢。论语里面讲的，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每一个老师都希望透过他把道统传下去啊。当看到自己的学生在弘道，我想这是老师啊最欣慰的事情了。但我们看到呢，师长在弘道的时候啊，他出必故反必面啊。没有说自己出名了，很有影响力了，这个对老师恭敬的态度有减少，其实这都是我们重要的学处啊。像自己就回想。爷爷讲过很多次啊，可能发生什么事了啊，忙大猪大姨啊，不要这个自作主张啊，可能随着自己年纪稍微长了几岁了啊，这个啊对长辈的恭敬心啊就不知不觉减少了，就会自作主张了。所以我们现在弘法，为什么师长说比他老人家难十倍百倍不止？因为我们的基础啊不足啊。假如又没有看到自己的不足啊，这真的很容易被财色名利啊，给影响，走偏了。所以记得这个两年前有人问师长扎根啊要扎多久啊，那师长应该是从他的问题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他的心态，就是他不是很重视扎根，甚至呢有点不耐烦了。师长就说：“我到现在还在扎根呢。”那当然，这一个公案呢。其实对我们教书也很有启发哦。
大家看这个师长在做 Q&A 齁、哦、回答问题啊。其实我们当老师几乎不可能一天不回答问题的。哦，那小朋友每天发生的事会问我们哦。礼记学记讲知其心，然后能就其思。知其心我们延伸开来，知其心然后可以长其善呢、啊。教也者长善而就其思嘛。我们看孩子他有善根出现，我们能够去勉励他，称赞他，他就增长了。他有过失我们发现了马上去提醒他，他的恶就止住了哦。甚至于有时候孩子做错事，那只是一个事项哦。这论人之非啊，当圆其心呢、啊，不可图逆其机呀、啊。比方说这个是他出状况了，可是有可能他的动机是非常可贵的，可是不小心。哇，一下子给他批评到呢，他本来那个可能是为团体的心啊，都被吓回去了。所以老师其实这个定火，把火气能够压下来，在教学上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好心，可是不小心做坏了，这个时候他的心是惶恐的哦。我们老师先比方说先没有责备，先去协助然后最后还问他你这个是什么情况啊他的动机很好，你又肯定他可能他都感动到流眼泪了然后再提醒他你这个动机很好很可贵的心这个怎么这个事啊把它做得更好所以李炳南老师说见人错事啊不指责要协助。人都有他的良知啊，做错了他很不好意思啊，很难过了你也不骂他还协助他，他一定很感动的。所以很多生活情境啊，可能都可以增长孩子很多善根。你的小孩看你进门了，他可能心里想啊，爸爸妈妈今天工作好辛苦啊，他赶紧太高兴了啊，看到你很高兴，就端一杯水来了。可是小孩毕竟是小孩啊，有时候动作还不够。沉稳了，可能这个水倒了，甚至于杯子破了，哇！你当下马上火冒三丈，哇！那个杯子多少钱，你知道吗？那大家想一想他看到你很高兴，他要敬这一份孝，你看他的内心是非常。这个振奋的哈、哦，那突然你劈头盖脸骂他一顿，你说他会不会突然经脉堵塞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发生一件事，你胸口闷闷的。比较敏锐的人就感觉到了。其实我们有没有时时能够体恤到孩子的状态，你能顾及到他的状态，就不会用言语行为造成他的内伤。人心只要伤了，
身一定伤到的了。所以我们虽然是爱孩子的，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伤到孩子了。我记忆很深呢。有一次，到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我也不说了，有一位同学来接我，在车上呢，他就聊到一件事，他说我有一个邻居啊。他的孩子十八九岁啊，自杀了。他的父母啊，不知道他为什么自杀了，突然自杀了。我当时一听啊，我就跟这个同学说啊，哪有人突然会自杀的？人会到了走上绝路，他的身心都不知道已经有多少的变化了，是当父母的人都没有用心去体察了。我们假如真的用心在孩子身上，你看他一两岁的孩子，他心情一不好，马上表现在脸上。甚至于他做了哪件错事，你马上可以从他脸上就看出来了。只要我们的心真的放在孩子身上，学生身上，他有什么情况都可以察觉。不要说小孩了，大学生都是一样的，都能察觉，怎么可能孩子都走上绝路了，父母完全没感觉，甚至于觉得他突然变成这样了。所以佛门菩萨四德啊，柔和直直啊，摄身德啊，我们要很柔软的心啊，常常能够去体恤到孩子、学生呢。而且我们不能忽略了我们的情绪对于孩子的影响。陈德现在感觉父母不和啊，对孩子的影响太深远了，他很难开朗，因为父母是他的天地啊，他所看到的天地都是冲突的，你说他会乐观吗？很难啊。所以师长面对这些和平专家说，这个冲突的根源在家庭啊，这个太精辟了。我们现在自己经历过那么多事，带过那么多学生呢，师长这个分析太有道理了。也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我们一个同学二十多岁，很优秀啊，很善良。有一天突然觉得我妈妈不要我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打电话回家还跟他妈妈说，我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他妈妈说，你这傻孩子，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妈妈自己静下来想到了，当说怀孕呢，是打算打掉啊，是被孩子的外婆阻止的。所以我们没有言语，只有什么念头啊，
那个能量就影响小孩了，种了种子啦。什么时候起现行？20多年之后。所以佛门讲，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这个业有身口意哦，连念头都是一个种子哦。因缘汇聚时，果报还自受啊。我们一个念头都可以影响孩子啊，他都可以感觉，哎呀，父母不要我了。更何况是我们的言语带着情绪，带着一种指责啊，甚至父母在那吵啊，都是因为你啦，哇，那个孩子理解不了，一下子真的是内伤啊，他就觉得哎呀，都是我害的。我是多余的，你说这个孩子能心理健康吗？我们甚至于这些话说出去的都觉得没什么影响，根本都忘了，可是很可能像一把刀啊，插在这个孩子的心里，还在流血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当父母啊，当老师的心要柔软了，不能发脾气呀，不能粗心大意呀，忽略了自己心念跟言行啊对孩子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想到师长说的我们的老师的影响超过自己的父母因为周邦道校长啊，还有他们所遇到的老师他真的把他们当自己的骨肉一样爱护所以给他们多么正向的影响你说师长在提到周邦道老居士那种廉洁有所不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你说这样的风范哪可能不影响他的学生呢所以我们看到师长提到了老师一生的行仪啊就是他的榜样模范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要祈勉自己的行仪能成为学生的榜样模范这个顺何人也愚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只要我们有这种教育的使命感呢，我们就能不断提升我们自己的修养了。所以印光祖师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皆可以作佛，关键就在有这样的发愿，有这样的责任心，这个都是跟菩提心相应了。那师长接下来提到学习大经弘扬汉学说
说到了，我非常佩服英国汤恩比博士，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了凡四训里面呢有提到敬重尊长，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举凡年高，年纪比我们大，他对家庭社会有贡献，我们要尊重。位高，他位置高，对社会的贡献大。德行高，德高，还有一个是事高，人生很有见识。我们俗话说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很有人生阅历。而汤恩比教授呢，他是研究很多国家的文化史，包含这个文明它为什么会兴，为什么会衰，他很深入研究，他很有见地啊。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了解，他居然能有这样的见地，说到了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要靠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我们看师长遇到这些有见识的人，他也很珍惜他们的见地哦。所以人能听祖先的话，听老人家的话，人生真的少走很多弯路啊。而汤恩比教授他讲到这个孔孟学说啊，东方文明，他强调四个地方韩国、日本中国还有越南，这是汉文化的区域哦。这个区域能够团结起来，这力量就很大了。那师长也都很重视哦。那我们听到了，就有我们的缘分跟责任呢。大家有没有亲戚朋友嫁到韩国、日本或者到那里定居发展的？19年呢德国办祭祖这个我们德国敬宗学会他们很用心办得很好。参加的人有1300多人，有一半都是越南人呢他们很重视祭祖感觉现在越南同修就好像他们学习中华文明那个恭敬就好像我们20-30年前那样我们看了是真的自己也深惭愧好像19年吧本来有要安排师长到越南，哇，那越南同学很期盼的。那后来因为因缘不具足没有去。可是这个国度学传统文化呢非常积极那一天陈德在我们灵岩山双溪小组有一个女孩过来跟我鞠了一躬很恭敬她还跪下来他是恭敬三宝跪下来。
然后呢，他说法师啊，你是我的偶像。他是越南的华人啊。哎，哦，当然他那个恭敬的态度啊，陈德也觉得是我的学处啊，不轻后学啊。他这个恭敬的态度很可能之后学得比我还好啊。所以我们要团结啊这些力量。那师长说啊，在这些年来啊，我们也是想到孔孟学说从哪里下手，大乘佛法从哪里下手。这一句话我们体会到师长什么心境没有啊？我们有时候说听音乐要听出弦外之音啊！我们听课也要听到文字背后的心境、义理，那可能这个收获就不一样了。就像刚刚跟大家提到啊，师长。他看到这一位同修问扎根要扎多久，老人家就从他的文字可以穿透到他的心态了，然后给予他应激的指导。我到现在还在扎呢，他一听师长都这么重视了，他不敢马虎了。好，我们当老师的真的要慢慢练，练到听是聪，一听这个孩子讲的话，可以听到他的心境。就像了凡四训说，春秋朱大夫见人言动，一而谈其祸福，米不厌者，左国诸暨啊，可观也。为什么他看他的言动可以断他的祸福？因为他这个言动就是很傲慢啊，那他铁定要招祸了。比方说一个公案啊，这个军队经过周天子啊，都不是很有礼貌啊。那有一个大夫看到了，他们这一仗必败。结果就真的被打得落花流水了，死伤惨重了，骄兵必败啊！这包含一个学生来，可能他来打小报告了，他的这个嫉妒心起来了，我们老师能不能洞察到？进而给他适时的提醒。当然不能错怪学生啊。这个都是我们呢要很准确的判断感受到应激啊来护念孩子的心。那像我们看到师长孔孟学说要从哪里下手，我们可以感觉到老人家是非常务实的人。他是特别强调体会到了就要落实。既然已经知道孔孟学说大乘佛法可以救这个世间，那我们得去做啊。要从哪里下手呢？总要有下手处。我们也观察出来，
师长讲经啊，理事圆融。师长讲经是这样啊，我们教小朋友也是可以效法啊。好，所以听师长教诲，哎，我们理明白了，事又知道要怎么样去实践了，落实了，这样解行相应，才能得力呀，才能提升呢。好，那我们给孩子开解，啊，像《弟子规》，每一句理讲清楚了，事。可以很设身处地的从孩子的家庭生活就开解了，从他在学校的这个生活情境去开解，那孩子很容易就理解了，很容易他就知道，哦，我应该怎么去做了。那师长说了，大乘佛法我们找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找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里面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都讲到了。我们看无量寿经32到37品，尤其35教我们是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其实这个五戒是根本戒的，这个都是小乘的做人的基础啊，持戒念佛持戒最重要的目的得清净心呢，心净佛土净啊。持戒假如持的很傲慢，都觉得别人不如他，那这个心境就已经得不到清净心了。而我们看呢，这个大乘佛法以自度度他为本的，自度度他呢，以六度为本的，这个六度啊，又以般若为本的。那我们要修，现在要修般若可不容易啊。所以大乘的核心是般若嘞。五度如盲啊，般若为导啊，所以大般若经讲了22年了。所以江卫农居士有提到这持名念佛就是行深般若啊。是暗合道妙啊，无意念实相啊！哇，你看持名念佛，无意念实相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看师长讲经，黄念老讲经，都开解出来了。为什么念持名念佛是行深般若？因为念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妄念了，是因无所住啊。又一句接一句啊，而生其心呢，叫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呢。金刚经了，那境界很高啊。可是我们凡夫呢，也可以老实念佛
暗合道妙，巧入无声的。所以这个方法是太巧妙了。所以能把净土宗啊讲清楚啊，这个无量寿经非常重要了。大集经当中也说，末法修行，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啊，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大乘佛法就是要帮众生了脱生死啊，度众生呢。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修净土了，待业往生呢。众生根性越来越弱了，甚至于还没学佛以前造的业都不小啊。但是只要肯念佛，这个念阿弥陀佛是他力派果教门呢，可以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我们业再重，只要肯上他的大法船呢，他都把我们拖起来。五逆十恶，临终念佛都能往生呢。所以这个在末法时期啊，净土成就啊，这个重要了啊。所以师长啊，他的智慧，他的慈悲，他给我们指出来啊，大乘佛啊要从无量寿经汇集本下手，把五种原译本的精华都浓缩在里面。我们假如读原译本也很好，但是有可能会漏掉某些重点。所以末法九千年众生得度，就要依这个本子。我们看九千年众生呢，要靠这一本呢，当来一切寒灵啊，皆因此法而得度脱啊。我们佛门都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不能嘴上念的。那我们也要为末法九千年众生着想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把无量寿经汇集本传下去啊。我们自己依这个修行，身心清安，家庭和乐，事业很顺利，跟人相处很融洽，人家很欢喜跟我们交流，我就是依无量寿经汇集本修行，这人人弘道啊，这部经啊就供养出去了。不是说在讲台上讲经才是弘扬无量寿经啊，佛法是无碍的啊，圆融的啊，哪里都能弘扬，哪个角色哪个行业都能弘扬，只要我们用的是真心，我们是依照无量寿经来做，就达到为人演说的效果了。做事情很稳重，人家问你，你怎么这么稳重啊？无量寿经说，当自端身，当自端心，耳目口鼻皆当自端。做事仓促，败毁在后。为之不地，枉起功夫。所以做事不能仓促，心要常常定，关照到自己的心念，不能慌张。
那这个本质啊，是李老师传给我的。他老人家的遗物啊，就是这一本《无量寿经》啊，给我，我要传承这个法脉。所以师长对于老师的嘱托啊，不敢丝毫啊懈怠呀。所以讲经不中断的，85岁以后啊，一年啊给我们讲了啊《无量寿经》啊《大经科注》啊1200个小时左右啊。师长啊，从85岁以后啊，专讲黄念老的啊注解啊，这个都是啊在给我们表演的啊，他在传承李老的嘱咐啊，传承夏老黄老的啊这个汇集本的传承。时时啊，把这些老师的不容易啊，放在心上啊，能传承这一部汇集本太不容易了。你看黄念老，老年身体也有病啊，不顾病苦啊，把这个注解注好了。好，那我要传承这个法脉呀。那师长还讲到，不止净土宗啊，中国大乘八个宗啊，希望年轻人发心，认真学习经典啊，能够把八个宗啊都兴旺起来啊，念。本师恩呢，佛陀把大乘八宗啊教导我给我们了，断了多可惜啊！那主办圆融啊，我们专修哪个宗是主？但是啊，有力量啊，我们对于其他的宗派也随喜，也赞叹啊，也支持啊，这个对后世啊学大乘佛法都有很大的利益啊。那我们看到啊，师长也有赞叹啊，索达吉堪布啊，他们。五明佛学院呢，我们都看到老人家在给我们表演呢，身战身呢，若要佛法兴，唯有身战身。而且接待的时候啊，还特别交代弟子。人家是密宗的上师啊，还要了解人家的礼仪啊，这待客非常的恭敬啊。这师长都是在这些处事待人一点一滴都在给我们表法我们认真去观察。善知识真的是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教学啊，不在护念学生呢、
啊，当时候啊，这个两位高僧见面了，啊，刚好师长谈到，啊，他不用手机了，啊，这个手袋机堪布了，啊，马上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我有手机呀，啊，啊，感觉是，啊，他是很有啊赤子之心啊，啊，看到师长说他不用手机了，他自己就说：“哎，我有手机呢。”啊，师长说：“你要办事啊，你需要。”哦，然后师长提到呢，他讲经啊，60年，啊，手大吉堪布说：“哦，我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呢啊。”哦。哦，就是可以感觉啊，啊，这个索达吉堪布啊，他也是很恭敬啊师长啊，他们这个弘法的人呢，啊，他也强调啊，因为有很多毁谤啊师长的这个言语啊。啊，那索达吉堪布都有提到啊，啊，这个这样的高僧，他产生教化的影响力那么大，不能乱毁谤啊。哦，所以这个啊，我们能够亲自在啊，哎，两位善知识。啊，他们啊聚会互动的因缘里啊，那都是很有福报的。哦，假如会善于观察、善于体会啊，可能说体会到的都是终身难忘。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啊，能亲近善知识的机会啊，看他们怎么把佛法传统化。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我们会观察，就活学活用了，啊，那孔孟学说，啊，我们找到唐太宗下命令编纂的这部群书之要，啊，这部书可以救世界。书找到了，现在需要培养一批老师，啊，这些老师能把群书制要念通，把它讲透，啊，然后把它写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在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都能读这部书，都用这本书来治国平天下，冲突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我们想到啊，这一部书啊的因缘是非常难得的啊，即太宗当时的大儒啊，才编出这一部书啊。啊，哦，好像是10000多部书啊，在里面选呢，啊，选出68本呢，啊。你说多难选呢，啊？68选出来，再从这68里选精华，而且它是真正成就贞观之治的思想理念的基础啊，就从这里出来的。啊，我们自己去看，是吴京写的
就是记载啊，这个贞观盛世的啊，好像叫贞观治要啊，贞观。好，抱歉哦。哎，里面记载的都是贞观盛世的实际的啊，这些历史啊，就感受到啊，就是把群书这样用出来了。那这一部书呢，就流失传了，结果流到日本了，啊，在清朝嘉庆帝要登基的时候，日本进贡了，啊，所以我们祖宗有德啊，这个宝典还是失而复得了，哎，好，那。这一部书很重要，老人家知道有这一部书，就在讲经的时候啊，就提到，啊，结果就有同修啊送过来了，而且是完整的，这都很难得，啊，就是我们从师长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叫自诚感通啊，老人家有这种沉传文化的孝心，哎，宝典呢，哎，到他手上来了，那老人家也印了一万套啊，送给这些政治人物，希望帮助他们呢，能把政治啊办得更好。哦，那这一部书啊，可以救世界。哦，那书虽然找到了，但现在需要培养一批老师啊。那能够念通啊，还能把它讲透啊。我们看到啊，这师长啊，在祈勉我们发心。也在护持我们发心，而且这个心境啊，就把天下都放在心里面，希望能够利益到全世界去。好，而且他都是带头做。好，我们佩服师长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所强调的东西，他都是自己尽力带头。所以在马来西亚啊，请弟子们啊，在群书摘要里面选360句啊，把它翻译啊，白话翻译完再翻译成英文啊，再把这个翻的送给国家的领导人啊啊，这个确实啊。我们说我们的真心啊，会交感，交感什么？交感在政治界啊，有责任心的这些官员啊，啊，有一天呢，啊，当时候陈德在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呢。看到啊，一个人走进来了，相貌不凡了。啊，那因为那时候我有事，啊，我就去办事了。哦，后来我在接待处啊，就问：“哎，我今天看这个啊，外国人啊来了，才知道啊。”啊，他是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部长啊，
啊，当时候他们的总理知道他要到马来西亚出差啊，啊，然后交代他啊，到这个中心去拿一本《群书360》英文版。啊，所以师长在联合国发这个书，有起作用的。啊，德不孤，必有邻啊！啊，好，那我们这样学习过来哈。学习过来呢，可以看到师长啊，他弘法的这些考虑。可是有这么多项目啊，那我们每一个弟子不可能全做啊。啊，我们的因缘，我们个人的啊。条件啊，比较能够在什么因缘去发挥啊？哎，我们就可以承担起啊这样的任务哦。啊，比方说像陈德现在很想承担师叔。让我从五六岁开始教啊，这个我假如能选择的话啊，我想这么选择啊，因为自己也二十几岁才学啊，太难了。我假如能把一个孩子从胎教啊，他的父母从胎教啊，那我们接过来把他护好啊，人这一生呢，不是要做很多事啊。能够把重要的事做成一件呢，就此生呢无憾了。好，当然有一些因缘呢，它是可以交错的啊。比方说，好，我发心深入群书之要啊，哎，你深入的那一部经，比方说，我深入《论语》之要了。那私塾里面啊，十四五岁的孩子，哎，他刚好要学《论语》了，哎，你就可以到一条龙里面去教学呀、啊。哦，哎，他有可能这两个任务啊，他相辅相成，这是没问题的。啊、哦，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啊是有限的。好，那这个群书之要能够真的学通啊，学得活活泼泼，跟各行各业宣讲，都能让他们感觉群书之要可以用到他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去啊，而且马上就管用啊，那哪有他不欢喜的道理呢？好，所以师长也是期许我们是活的群书之要啊，我们学通了，哎，自己都用出来了，然后在团体里面啊，除了跟人家宣讲以外，啊，还用身教来带动，啊，包含可以。把群书之要的精神变成一种团体的氛围，这就是敬教了。啊，就像啊，这个记载贞观之治有一个公案啊，就是有大臣。就跟唐太宗说啊，哎，你今天哦就假装生气啊，然后看呢，这个大臣有没有敢给你进谏的啊？太宗就说
怎么会假装生气呢？哦，要用真诚对待啊自己的臣子啊，不能是有假装的啊，这种诚信呢的心境啊，哎，领导者很诚信，就会形成一种氛围啊，大家都很真诚，很直心。啊，承德感受啊，一种信任的氛围，很能启发人的善根，人的潜力。啊，假如父母都不相信孩子的，孩子一定很没信心，啊，甚至会很绝望。啊，那团体啊亦如是，啊，这种无形的磁场氛围，潜移默化影响每一个人。所以，当父母的可以静下来想想，我的家庭氛围是如何啊？当老师的静下来想一想，我的班级氛围是如何？学校领导想一想，哎，我现在学校的氛围风气是怎么样啊？啊，这确实啊影响挺大的啊。所以《达摩祖师传》那个电影里面有提到，看那看不到的东西，听那听不到的声音。啊，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啊，就是有时候那个看不到的影响更大。我呢，这个承德啊，一开始接触佛法就是听老法师讲《无量寿经》，就会觉得要报佛恩了，要弘扬无量寿经。哦，又听到老法师说群书治要很重要啊。当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老法师说200个人，哎，有60几部书啊，3个人一组，哦，变成呢群书治要的弘法团队了。哦，虽然现在因缘还没成熟啊。在万丈高楼平地起啊，有3个人就3个人来干，不在人多，真正大家志同道合，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就慢慢感召志同道合的人。现在有多少条件呢，我们就尽力去做。就能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汤恩比先生晚年最担心的事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因为很可能是核子战争呢，会毁灭地球。如何避免战争呢？要靠全世界统合。这个是汤恩比教授的阅历哦，他的智慧见解哦。谁能够统合呢？汤恩比教授说，中国人能统合。讲这个话的时候啊，大陆在文革哦。我们当时看到都很震撼，哇，一个英国人怎么对中华文明信心这么强啊，都觉得有点惭愧。哦，就好像说别人在讲，哇，你的爸爸妈妈很好嘞，我们自己还看不懂自己的爸爸妈妈了。而且
统合世界不是靠经济啊，不是靠政治啊，不是靠军事啊，是靠5000年的传统文化。那虽然我们处在文化的谷底啊，但从佛法的角度啊，末法还有9000年。所以中华文明啊，是必定要复兴起来的。不然怎么可能还有9000年呢？所以大家不能担心，更要有信心，更要看到自己在这个时代的责任使命。所以前几天在双溪小组这本来是找我们在十几年前至善教育基金会办传统文化课程，好多老朋友都好多年没见了，甚至有超过10年没见的了，想说找着老朋友了，大家来聚一聚就后来变成座谈会了还直播了，就那这个道公长老就提到了师长跟他说到了这个接力棒现在要传到了你们的手上了那长老是一个代表就传到我们弟子们的手上了我们有责任呢要把它传下来了中庸也说国家将兴呢必有真祥虽然我们看现在很乱的，因为传统文化丢失了好几代人了嘛，那大家都不懂了，不懂就会造恶业了，现在这些果报都在呈现了，所以菩萨为因呢，众生为果。这10多年来在师长的带领下我们弟子们对中华文化也都有在尽力在做。有没有效果？绝对有效果，空不唐捐呢。可是问题是外在诱惑堕落的力量太强了。看起来好像哇，社会风气还是在往下堕啊，堕落的速度有减缓了。我们继续努力啊，它会往上扬的。就像当时候在汤池用《弟子规》的这些教导，离婚率下降了，犯罪率下降了。证明啊，人之初性本善，人是可以教得好的。那为什么说国家将兴必有真祥？现在大陆重视传统文化，尤其把经典呢都编到教科书里面去了，从小到大学都有三字经弟子规这些经典都编进去了这是从一个谷底要往上攀升了少不了我们的力量
尤其啊，少不了我们台湾同修的力量。我们看李炳南老师啊，儒释道啊，都通过他老人家传承啦。他是奉祀官府的秘书啊，也是孔德成先生的老师啊，跟儒家的渊源太深了。我们看到老人家圆寂了，孔德成先生写的挽联呢，雪如大和尚啊，和尚是清教师啊，自己清净的老师啊，不是指出家人哦。所以李老在台湾教化38年呢，他的弟子们秉承他的精神，到现在也没有中断呢，都在讲学呀。你看这么殊胜呢，那师长也在我们这片土地讲了60多年了。所以台湾应该可以做出各行业的样板出来啊，包含道场的样板啊，甚至于县市的样板啊，那全世界华人想要学传统文化，到哪里？到台湾来学啊，来交流啊，哪一个发展最没有副作用？文化观光旅游啊，都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而且影响啊很深很远。其实老人家09年呢，就全力在促成这样的因缘了。还把三民主义的精华挑出来啊，给这些政界的人做交流啊，用心良苦啊，这么一过啊，13年过去了，我们得赶紧啊，来承担，来努力啊，因为啊，统合要靠中华文化。所以我们炎黄子孙呢，责无旁贷啊。师长讲经的时候说，你身为炎黄子孙呢，你这一生就注定了是来救世界的啦。因为你手上有5000年文化的智慧法宝啊，别人还没有这个机会啊。我们这一次在座谈会的时候见到一位德国的年轻人啊，顾杰峰先生，他讲的国语比我还标准啊，他还做节目啊，这个城隍庙巡礼哦，介绍城隍庙啊，寻找观世音啊，替我们介绍城隍庙，介绍观世音菩萨。这个都是啊，根据师长的理念呢，城隍庙教因果啊，也透过这种媒体的制作来弘法。拍戏剧啊，拍访谈啊，对现代人来讲比较欢喜感兴趣啊。所以这个我们团体
都能把师长的教诲理念，哎，把它变成一种现实。哦，所以华藏团队啊，他把它拍出来了。啊、哦，都是我们弘法的资粮啊。啊、哦，所以师长给我们的指导呢，各自独立。啊、哦，但还有另外一句很重要，相互支援。啊，任何一个做法，不可能都是全面的优点，啊，一定有它的利跟弊。啊，比方说你一个团体，啊，中央集权，哦，在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啊，它要整合起来，然后去做一件事，容易啦。可是假如这个团体很多啊，哇，那你每一年谁当会长，谁当什么，哇，这个也很辛苦了。诶，各自独立，那各自负责，就没有这些困难了。可是呢，又不容易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了。所以师长特别交代相互支援。诶，只要是师长强调的，大家力量集中把它做好。好，哪里原先成熟，我们就集中把这个地方做好。像我们极乐寺办班教学，那有不少其他地方来这里讲学啊，把一个地方教学为先呢，兴旺起来，大家就有信心了。好，这个台湾哪一个县市说要做啊？那承德一定飞回来了。哎，主办圆融啊，人家发那么大心呢。我们要随喜功德，要尽一点绵薄之力啊。那师长说了，所以啊，我劝大家学汉字，学文言文啊，希望20年之后，全世界的人都懂得文言文，文言文成为国际文字。把世界上古老文明应该流传千年万世的通通用中国文言文来写，如同佛法一样，才能够永远传下去。师长举了一个例子了，现在印度梵文很少人看得懂了，那这个经典就传不下去了。他们都是表音的文字，那30年就有一个变化了。因为他们的语言跟文字假如没有分开来，那慢慢慢慢那个文字就看不懂了。但是我们老祖宗写文章用文言文，所以只要看得懂文言文，可以直接向孔夫子学习了，向古圣先贤学习，这是表意的文字。所以其他的古文明都是表音呢，都断了。所以师长这个心量啊，是我们的学处，他希望所有的文明都能保存的千年万世，可是要有工具才保存得下去。好，我们看瑞典的高本汉先生，他对汉学很下功夫哦。他提到了，他说汉字不能改，
经书必须读。文言不能废啊，经书必须读啊。祖宗虽远，经书不啊，这个子孙虽愚啊，经书不可不读。他一个瑞典的汉学家，他都知道那个汉字跟文言的重要在哪里。有这样见地的啊，各国人士啊，那就真的可以把文言文呢、啊、供养给全世界来传承他们的文明了。啊，所以陈德觉得这全世界的老祖先都在护持老和尚啊。啊，这个是感应道交啊，他们都在为他们的文明着想啊。哦，那说文解字啊，这个是汉学的根。啊，首先要学习认识中国文字。啊，中国的文字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流传千年万世。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对呀、啊、没有这个发明，文明就没了。好，所以我希望年轻人发心用10年的时间学习汉字文言文。这样对四库全书你有能力阅读，你有能力翻译，有能力讲解，有能力弘扬。现在传统文化迫切需要这些人。尤其啊，这个说文解字啊，文字学啊，尤其声韵的部分呢，那是要靠口传的。这些老教授走了，可能学习就有很大的难度了。所以现在年轻人发心啊，我们认识的这些教授们都很有责任啊，都很肯教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年轻人啊，好好发心。我们也有同学啊，就是专攻啊这个部分的。那刚刚陈德也说，重要的事有很多啊，看看自己的条件因缘。在哪些方面比较成熟？像陈德现在让我研究汉字文言文啊，可能有点困难了。人得要有自知之明。包含师长也劝呢，发愿呢，终身当小学老师。这个都是重要的任务啊，陪伴孩子成长啊，成就他一生的德行的基础。当然了，我们看到真的响应老人家这些理念的年轻人，我们也要全心全意护持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他一没有后顾之忧，他全神贯注。所以护法重要啊。护法护得好，弘法的人非常的安定啊。不只是他弘法的时候安定，他学习的时候也要安定啊，他才能学好。就弘护一体啊，甚至护法功德大过弘法。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